欧洲布丁在今晚。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一下我的紫变之路，以及我们的礼包全开，合成最后再合。我们先来搞活动，今天活动要搞什么呢？这三箱把它开起来。因为我觉得要先把我们先把轻松的放在前面，等一下后面那一趴可能会很残酷，我可能会拍桌，我可能会崩溃而大哭。先开三色币箱子，准备啦！第一把娃娃箱开始，2万、5万，哦，上控台5万啊，稳了，各位，稳了吧，稳了吧，再来一个5万吧，再来一个5万，好，5万起来，5万起来，5万，5万。我靠！上控台！哇！姚先生，你们知道该做什么了吧？不是到站，是订阅、点赞。变身还没来耶，变身，预备 ，Go！ 1万啊！10万，10万啊！30万，30万，我感受到你的力量，30万，30万。好，3万，原来是少一个零啊，原来是十分之一，30万的十分之一就是3万。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浮士德浮起来。我们3个1万，刚刚那难道刚刚那个不正常吗？啊，来各位观众，感谢110万浮士德。哇，这个卡得来不易啊，你知道娃娃变身币很难存吗？娃娃的币非常非常的难存，我不知道娃娃币有什么更快的方式，除了抽礼包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得到娃娃币？我目前无解。好了，谜语币也不要啰嗦了，谜语币直接来，变身谜语币，给我来个六位数吧，2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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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5万，还有个5万，不然我可能就不行了。我现在34万了，还差166万，我又200万了。好了，这个应该不意外，都是白跟绿啊，因为保底白嘛，保底白的话，如果他给我红的话，我就。上一次你们看到吗？上次有人说我是绿光台啊，我是孙燕姿，你们知道？礼包44绿不意外。经过上一次最高级礼包的洗礼，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好不好？见怪不怪。我们直接全开吧，应该也是全绿白啊。哎，不意外啊，好棒！不死鸟啊，真的是不死鸟礼包啊。好，我快死了。这次没那么好抽，其实这个最高级我都已经没有红，没有红了。我现在真的对这个一般卡抽，我们就是顺顺的过。他给我，我就意外；不给我，其实也还好嘛。其实今天重点是核子变，我现在在拖延我的心内心的紧张。对于我们这些小玩家来说，就是核一次子变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时间。所以如果核到子变的话，我那个心情会很雀跃；没核到，其实我心情会也会很低落。对我们来说，能够拼子变的机会不多。你说最高级每次都可以拼，但最高级这东西太梦幻、太虚幻了。虽然小屁那天帮亨利抽到子变，那是毕竟是各种人万中无一啊，好凄凉的感觉啊！好，那我们现在紧接着下一趴了。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今天我心脏会，我不想要大起大落太快，我怕我等一下会吐血。好，英雄走完先好了。这个听说很多人很多勇者都是两箱直接出一颗啊。我今天目前看到两个大成功，一个在上面成功，一个在下面大成功。我今天为止已经看到两个大成功了，希望我是第三个。来啦，准备啦，各位观众，3、2、1，各位帮我刷一波紫色的钱，准备了，制作开。哎，我没点到，对不起，再一次 ，Go！ 我干得好嘞，啊，好棒哦！我居然跟爷爷同样的下场，这根本不会成功吧？好啦，先全部点加四，哎，干，多点一下，不要干扰我，看我的气势，先看我的气场就知道我今天是一定质变的。没有一丝的迟疑，没有一丝的犹豫，我会不止变，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要有这个自信。哦，一个加五，有机会问鼎加七吗？有机会吗？有机会问鼎加七吗？啊，免费的都不会过啊，免费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先来英雄制作秘籍，第一发就住房哎。感觉可以哦，可是这边有一个，反正2发嘛，我们来1发，反正有住房我也赚，有娃娃可以，别洗吧，好别洗。今天有人出欧吉王哎、欸，
可以，蓝瓦，好，这可以，可以，蓝瓦，蓝瓦很蓝瓦很珍贵。那我们再来第二发。我想要这个，可是不要好了。这个可以吧？这可以吧？要一次三种哦！哇靠，要求这么高？这个洗掉三个，你五个里面 C 五取三，你洗掉三个，你可能要花个几千万金币吧？哦，皇天不负苦心人，各位是不是这一个三个一应俱全？这怎么？灭魔盔甲刚好妖精可以用，太厉害了 ！Go， 三二一，9:13，古代巨人戒指即将诞生，走起！让我们新键盘给他点一下吧，新键盘 ，Go， 全新的哦，全新的键盘哦，又是娃娃砍，合成多一趴，多一个机会。我们的娃娃其实还蛮多可以合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可以合成的数量，塔量算蛮多的啦。变身我没有存嘛，你们知道变身我是不当小朋友的，所以我直接不等保底。那我们首先在盒子变之前，先把这卡收下来，确定。无视德有没有加卡池呢？有没有呢？无视减免近距离啊啊，就这样子。好，我们这个收下来，丹特斯收卡，等一下就四红合一子，四红合一子变身大子大子。前面的白绿的这个就先跳过，我们从蓝，我们从绿和蓝开始再看，够了。迟疑哦，会不会有闪电呢？看起来是，哦哟，三发，三个有没有二？有个二，不开卡池哎，干我好黑哦！宁可给我两张利卡温，也不让我开任何一个卡池。你到底是在搞什么、啊，工程师？宁可让我重复蓝，你就是不让我开卡池啊！巨大蚂蚁、守护蚂蚁，你们是怎样？是不想混了是不是？哦，我两发再到，再一到，这有没有同步的？我是想要我的原本的脑海的剧本是可以在这一波合成中把蓝卡都开满的，新的卡值合得到吧？合得到吧？啊？三小，干这三个三小啦！红娃一次两发好了 ，Go， 各位观众，第一发闪起来，还好不理他。好，第一张这个一抽是水温，二抽，开了是不是？我说可以有嘛，阿乐尼亚有嘛？我其实是要开卡池啊，这个一样这种，这个算他红，算他红好不好？算他是红的，附赠奖励加500 ，OK 啊 ，OK 的。第二发 Go， 在紫变之前，请让我先红变。哦，这一定有，这个一定有乌鸦，乌鸦，这卡面就是觉得会有，这卡面真的我觉得它会有，不是这个，哦有了，青蛙，青蛙，青，重复干？为什么？这是我2020年以来第一次合成出闪电，等一下会有第二次，叫做紫色闪电，好不好？好，我们小的先合一合嘛，等一下来合大的，我们等一下就关键一波，等一下就关键一波紫变的，不跟他拖了。蓝卡蛮多的，感觉今天会有，感觉今天会补到红卡池哦。我有预感今天应该会有红吧，今天应该会有红吧。还不错，今天蓝的机会蛮好的，完蛋。通常蓝卡几率好，就代表红卡几率不好，死定了，死定了！我有不好的预感，我好像懂了什么了，我懂了这个逻辑了。八张，八蓝和二红，有没有可能？大家帮我刷一波二，二起来！什么零？要刷零哦！干，你们谁刷零的？气断了！来，再来刷屏不要停，拜托！我们现在红变，你们刷红色的东西也可以，红色，红色，红，
现在开始刷紫色，疯狂的刷紫色，不要停。紫色的东西准备好，我们要下课了，下课吧。正确，929，完美的一分钟，准备了，直变，我还你原形 ，Go。可以可以，好好，没关系，我们35天后再见啦。啊，这个宙斯其实可以啦，因为我觉得宙斯超棒的，超补，哎，行啦，啊，好吧，宙斯35天后再见。大家好，我是丁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点个订阅，点个喜欢，并且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